许夫人。哎呀，许夫人有何贵干呢？侯专员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情，就是我们三旅的那些想法和打算啊，想跟您絮叨絮叨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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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洗耳恭听。如果许夫人能够把第三旅重新的建制起来，我侯茂当然是欢欣鼓舞啊！我会像以前一样，一如既往的支持你们。哎呀，那就太好了，侯专员。那些老爷们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侯专员，你可得替奴家做主。一定，那是一定的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我得怎么谢谢您呢，侯专员？不用，不用谢我。要谢党国，啊啊！是啊，战时危机，党国事业真是劳费了侯专员好多心血呀，让人看着太心疼了。哎呦，是吧？许夫人，许夫人，你可不要这样啊！有话咱们慢慢说，慢慢说。答应我一件事情，侯专员。什么事情啊？给我个委任状。委任我第三旅旅长，然后空投的物资分配给我一半。这个好说，这个好说。许夫人为党国献身，敢做敢当，好说啊！等一等，等一等。怎么了？空口无凭，签字为准。许夫人，这回我可领教了你的厉害啊！啊，夫人不愧是风情万种、倾倒众生啊。可惜我不是马司令，也不是李旅长，我不是情种，也没有这个艳福。你色诱要挟我，让我签字画押。看错人了，我是谁呀？我是党国的党务专员。权色交易不行。今天的事情不许跟别人说半个字。错了，哎呀，这还是威虎山的二当家吗？威虎山，二当家，威虎山，威虎山，威虎山二当家，对，我是威虎山二当家，托天两醉花儿。我是威虎山二当家，托天良醉花儿。我是威虎山二当家，托天良醉花儿。我是醉花儿，对，我是醉花儿。曾经威虎山的二当家，多威风啊！可惜。威虎山被灭了。我操！人灭了？谁灭的？谁灭的？共产党。共产党。他在哪儿？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告诉我他在哪儿！我要杀了他！告诉我他在哪儿！你老冲着我！外面就有一个共产党。去杀了他！即便我要面临生死抉择，我也不会让你用这双肮脏的手来结束我的生命。
你们把共军的女俘虏给弄哪儿去了？这个白茹不是在监狱里吗？不在，监狱里只有两具尸体，人没了。 看我干啥？你不能看吗？啊？你不看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看你呀？你心虚了？你们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搞的什么鬼啊？啊？说吧。你们把这个女共党放到哪儿去了？依我看，应该去问问蝴蝶迷。 我比你了解侯殿坤那伙人，他们从来没把我们柳子里走出来的人当回事儿，他们只在乎正规军。其实，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与其作对，不如联合起来，干一票，然后各自另立山头，杀了女共党。 然后什么都有了，杀了女共党，什么都有了，什么都有了，我就能当第五旅的花旅长吗？可以当花司令，花司令，不用了。 你现在要做好的，就是随时等待我们队伍打上来。如果他们打过来，你也活不了。我从来的那天就没想着活着出去，就不用你多费心了。 开门。你琢磨啥呢？我老觉得共产党就要打过来了。 但是，我不甘心。我要活着，我要报仇，我要另立山头。哼，你想的这些事儿啊，我认为就是他妈白日梦。只要我敢想，就有成的可能。 这是我最后一搏。你们到底在哪儿啊？ 大哥，青山，大伯。
我要让马锡山给我兵。现在你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要用它翻本。我醒了，你自然就醒了。三炮，这次我答应你，如果我得到兵，咱们就远走高飞，再也不看别人的脸色，重新掀杆子，弄个天窑子。你当大当家的，我给你做压寨夫人。不，你今天这么做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咱们相互成全吧。我帮你拢兵，你帮我打天下。我成全你想得到我，让你当个三代王，你成全我后半辈子过舒坦日子，干不干？干！干！行，你先走吧，我去睡会儿。